过来，干啥呀？商量件事啊。商量什么事我啊？感觉也没什么要商量的啊，就是呢，跟你说一下，我要接我爸妈来跟我们住。你为啥要接你爸妈来跟我们住啊？那你爸妈不也来跟你住吗？我爸妈怎么就不可以来跟我们住啦？那不一样啊，是吧？我爸妈是，我是男生，我是男人，是吧？长大了可以给父母养老啊。那我是女的，我也该给父母养老啊。是你家也有男孩啊，是吧？那我也要接来，这样我心里面才平衡。怎么你接来才平衡哦？你这人怎么回事哦？怎么回事？对呀，我给我爸妈养老就不行了吗？那我给我爸妈养老不行吗？是你还有你哥还有你弟呀，是吧？你老说我哥我弟干什么？我想接我妈来住就接来呗，我也想孝敬她呀，不分男女，我觉得。怎么不分男女？想孝敬老人就不用分男你女。是嫁出来的女人，是不是啊？我娶你，我也给你家彩礼了呀，是吧？又不是说没给你家彩礼。那你家也不止你一个儿子啊，对吧？为什么一定要你养呢？那你给你爸妈养，那我也给我爸妈养，这样公平了嘛？那因为我孝顺啊，是吧？我哦，孝敬老人啊，所以我养啊。我哥他们就不用养了，他们不孝顺啊。我哥他们也不孝顺。什么？你哥也不孝顺？我说你这个人啊，我这人怎么了嘛？你哥他们对你爸妈就挺好的，我看也没啥问题呀。我觉得这样子才公平。怎你么照就顾这你么爸公妈，我平也照呢？顾我爸妈。哎呦，我说你这个啊，整天有事没事的，总是想这些东西干什么？你好好过生活就不行吗？那接我爸妈来生活更好了，我觉得我就想孝敬老人家呀。你看我都孝顺了，对吧？我什么？都，你多孝顺啊！你这是愚孝，知道吧？我怎么就愚孝啦？啊？照顾你爸妈就可以，接你爸妈来住就可以，为什么接我爸妈就不行呢？那我哥他们都不想，是吧？你看都不想孝敬我爸妈，我就孝敬他们了。我要给他们养老啊。那我也要给我爸妈养老，为我什么呢？嘛？反正我们你家得也，说出原因呢，你接你是爸吧？妈来，我也想接我爸妈来呀。我意思是不让我接我爸妈来，是不是啊你？对，我说你这要女接人来啊，就一起接来，不接来就不接来，就这样。无理取闹，不想跟你说话。